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新晋小生陈星旭和宋茜的新剧《我们的翻译官》正在热播，这是继黄景瑜和宋威龙之后，宋茜的又一部和小男星合作的爱情剧《梦中的吻》。宋茜做了一个无比真实的梦，她在梦里不但摸到了陈星旭，两人还激情热吻，重温旧梦的吻。陈星旭和宋茜是曾经的恋人，怎么还有点紧张呢？两人再次相遇，被分手的陈星旭决定狠狠地报复宋茜，他狠狠地吻了宋茜，就如同八年前他们的那个初吻。陈星旭知道了宋茜和自己分手的苦衷，他放下心结，重新对宋茜展开了追求，两人就地重游，情不自禁地相拥而吻。重归于好的宋茜对陈星旭更加体贴，两人在一起时就忍不住要秀恩爱。早上出门去上班的宋茜总觉得自己好像忘了什么，想起来了，原来是忘了一个吻。爱神之箭，两人约会的内容之一是玩射箭，重重把心的箭暗喻的是爱神之箭。床上的吻，宋茜不小心把陈星旭拉倒在床上，她借机吻了陈星旭，陈星旭马上积极回应，两人唇舌交缠，难舍难分。愿意嫁给我吗？陈星旭向宋茜求婚，宋茜答应了，两人把会议现场变成求婚现场，甜蜜幸福的相拥而吻，重归于好的吻。两人因工作分歧而争吵，陈星旭主动去找宋茜，所有的不愉快都随着这一吻而消散。